这次是想就是帮我一个闺蜜，然后她为了整容当明星已经走火入魔了，家里家境本来就不好，然后花了30多万，所以这次就是想求助，然后帮助她走出这个谜团。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那大姐姐，这是我。我是他一个朋友，我是去年的。大家都知道你都在不停的花钱整容啊，想当明星，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，现在也花了不少钱了，我们就想让你别这样想着了，明星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你说是不是？要作为一个艺人，就是脸蛋其实不是最关键的，其实他还有很多别的因素，自己的才艺啊，或者自己的一些能吸引到别人的地方。我觉得作为这种虚无缥缈的梦想的话，把自己搞那么不堪没有必要。就是我还想劝一下你，这个好好的把自己过好比什么都好，而且你现在自己状态也不太好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能还有别的心事吧。为什么之前一直都好好的，为什么这几年应该花上了那么多积蓄？毕竟你们家所有的血汗钱、存的钱，你现在都把它花在这种上面了。其实我不是为了做明星，我是因为我想气一下我的前男友。为什么要气他呢？因为他曾经伤害了我。我跟着他跟了那么久，浪费了我那么多年的青春，但是他最后跟一个比我长得好看的女孩子走了。那你现在还在乎他吗？当然在乎啊，毕竟投入了那么多年的感情。那你觉得？我觉得做这些没必要。我觉得整容是解决不了这种事的。对呀，应该过好你自己吧，你自己不快乐吧，也可以。让自己变得更快乐。我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想见他吧？对呀、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恨他，就是心里很矛盾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你先休息一下呗，好吧？起早贪黑，每天都是加班到最后一个，
点升职，如果快点走到首富的钱，我回来见认识半年的时候，我听说了这种情况，当时我心像是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做一年半是为了什么？我爱你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在一起。我希望你能真正的幸福快乐，所以我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你。然后前两天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之后，我马上就赶回来了。没想到是骗我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我要是知道你这样，我绝对不会抛弃你。答应我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再也不分开，好不好？